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沈智慧这回真的没有哭，还说跳街舞要有街舞的样子。我很喜欢这双鞋子，所以我就上网买了400块美金。看来为了耍年轻，沈智慧不惜下重本，还找来妈吉助阵。姐姐，霹雳舞的连胜文嗨到把手举高，跟一旁的立委林奕华又是点头又是挥手，兴奋藏不住。来担任颁奖嘉宾也是最佳观众，但沈智慧泪崩，他也注意到了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落泪了。这个音乐讲真的，跳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。那我也不觉得我跳舞就全世界一定最好看的，不可能这种事情，因为这种是很主观的事情啊。因为最重要是让自己开心啊。舞蹈前辈帮沈智慧拍拍打气，但邀请名单上本来有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但最后来的却是教育局长。穿着 T 恤休闲裤，也难怪主持人一时找不到局长在哪啦。但侯友宜缺席也被联想是不是不想跟这事有关。新北市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你看张局长，我们是教育局的，张局长亲自参与。街舞锦标赛蒙上不适任骂声，沈智慧爆哭后重新来过。我现在正在准备，要你以后要好好努力跳。TVBS 新闻陈胜文、花珍森、李一婷 SNG 小组新北采访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